好，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，欢迎支持大家好。咱即马倒转来第三段，伊还甲咱来敬完吼，讲台语嘛吼，还讲讲迄落啊敬完大律师呢，啊个啊即声吼，若套转去吼，当头食啊当尾啊，吼若套转来，咱台湾人拢足好起来吼，袂遐尼散家。吼啊，即马咱着爱看讲咱的头壳啦，应该即马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对嘞，真较有法度。啊，你若白色恐怖时代，也是讲啊，蒋经国时代，你家母即旁看卖啊，伊连咪都胖进去啊，啊，无都出政治车祸啊，吼，安尼好。啊，咱即马过来继续讲咱拄只这接续落去嘿。嗯。啊，就讲这个红铁厝这个吼，底下讲。只要讲本案以外吼，啊，佮有这个谢乌龙，台湾有一个谢乌龙的茶吼，这是世界唯一寒天落雪吼，高山乌龙茶，会被采回。啊，佮这个本案是高雄莲家嘛，伫日据时代1936年1月11月18号开始经营这共进汽车修理厂哦，啊，叫人拆的。啊，佮来讲台中奥利，张家这日据时代已经经营果园了嘛，要用拆。啊，佮来讲这个阿里山。诶，因可能哦，茶园哦，嘛一间一间，要用等听咧。那会拢针对伊一搭该听该听是虾米原因？啊，你都无登记嘛？啊，中华民国来接收嘛？啊，你即马你无成本啊？啊，无成本你若阁无租，伊就来听。啊，毋过若即种诶，这吼，这实在有影足冤枉诶啦。即种诶，参与讲这正规也霸当啊。较早咱也无讲足。注意讲哦，我这着爱去画迄个地质图啦，着爱去画迄个啥物土地草本啦，啥物碗糕迄，咱想咱着，阮祖啊着来遮住，啊着伊来经做落，哪有人遐尼迄落去用这個？因为这个物件吼，较早咱拢是日本人嘛，伊讲接收嘛，伊接收甲没收这是有差别的。是啊，伊接收是登记做伊的，无毋对，但是这个法律上这个信托。托管，对，托管是为着老百姓的利益的托管，唔是为着什么人，所以你袂当讲拆除，袂当讲没收。对，啊，你这个日善的处分吼，这个旧战和平条约第四条A项有规定讲做吼，日本人甲日本伫台湾的财产的处分哦，要根据当局跟日本政府签的这个 special agreement， 根据这个特别协议来处理，啊！你到底日本跟中华民国到底有签这个特别协议根本的不知，所以咱有通知这个日本政府爱来讲这条。啊，这台北合约第三条嘛规定讲就，日本国跟日本国民在台湾的财产的处分，要根据中华民国政府跟日本政府所签的特别协议根本的。啊，所以讲。到底这 special agreement 是安怎规定？哦，一寡所在是无这个物件啦。那是无这个物件，就是国外当接收尔，袂当没收。啊，毋过咱眼前来看，伊就是伊要人家厝拆，加啊只话你死到无半只的，迄落讲啊，这就是吼，你窃占国土。较早我嘛一个犯一个窃占国土罪哦，死刑了。因为这窃占国土，伊拢无甲咱教这个《旧约和平条约》嘛。系啊。咱读册的时阵拢无这个物件，但是因为我都因缘际会，我有去了解这个台《旧约和平条约》有这个规定嘛。啊，你教这个规定，你台北合约嘛是安尼规定啊。啊，你即马你陈仪是啥物身份啊？这是行政院甲你讲出来吼。对啊。你依照陈仪的这个接收的这个委员会的这个来接收日本私有财产，你哪安尼你？你要根据你到底能不能处理，你要根据这个 special argument 啊。我知影是讲无这个物件啦。无这个物件表示啥物嘛？无这个物件表示讲你过来当接收尔，你不用不收，不用处分。对。哎，即卖就是讲，我的是我的，你的也是我的。迄是无人去主张，因为律师唔知影这个代志。啊，即卖已经，咱这个阿健已经加逼出关刑了嘛？逼出原刑了。所以法院你就要照着审判嘛。啊，你这个，那么就是法律根据嘛。你中华民国签的国际条约算不算数呢？应该是讲这不算吗？这与我无关，不是我签的。
嗯，啊你，马英九说，228发生的时候，我还在香港呢，我这跟我没有关系啊，我干嘛一天到晚要道歉啊？嗯，哦是哦，啊这是咱个是政府嘛，啊你政府是以接系的联系下来嘛，哎对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政府是讲是袂当没收私有财产、嗯，对啊对啊，这是国际法，这不止中华民国签的，这美国嘛签的呢，嗯，咱都要讲的，对，因为你麦克阿瑟。派这蒋介石，蒋介石派这陈李来，这里是一条线是连线到美国嘞。对。啊，美国嘛要遵守这条呢。对。美国伊签的国际法，伊也无遵守吗？嗯。我看是没有这个情形嘞。是啊，啊，不过呢，看按照历史吼，咱历史啊，历史啊，安尼来看啦，你看伊当初迄、那个伊来台湾了后，伊伫个二八大屠杀的时，清乡的时阵。啊，这个国民党伊哪有遐大的权力，伫个遮操着这个台湾人的迄落生命财产的生杀大权？啊，美国哪会做旁观者？伊哪会拢无来阻止，还是讲安怎？拢无拢记载伊安尼？啊，到即马这个后壁，伊应该爱来收拾才对。这个物件吼，其实美国伊知影讲228的问题，嗯，伊有一个决策就讲做。这是内部的资料，我知影就讲说，宣告这个开罗宣言无效。嗯，本来这个台湾叫中华民国，叫这个蒋介石来吼，是有这个、是有这个意思，讲要交还这个中华民国。但是因为伊管理了无好，嗯，在合约进程吼，签合约进程，伊就发生这个屠杀问题嘛。嗯，所以美国就决策就讲这个就让他们来无效，买台湾关系，开罗宣言无效。嗨。开罗宪言无效的时候，伊无多根据这个开罗宪言好。开罗宪言的笑话嘛，公布迄落报纸的那个迄落、其实不止安尼哦。嗯。不止安尼，这无见这。嗯，这另外的迄落啦，我、那个另外一个啊，这甲这与本案没有太大，没有直接的啦啊。咱过来介绍这件代志的伊的迄落内容，爱搁较详细的啊，互咱。台湾人啊，敢若讲听到咱这节目了后，佫找到一个希望，讲凡是阮阿祖的土地，去予国民党占去，当土地。好，甲你介绍一个名哈，甲你介绍一个名。这美国有一家公司叫杨氏钢铁公司，总统西格案哈。杨氏钢铁公司哦，伊是一间哦专门生产这炮弹的公司啦。提供给美军跟日本打仗用的公司哈。啊，因为一时发生这劳资纠纷啦吼，停止生产这个炮弹。嘿。啊，三军统帅这个美国总统也紧张未？会啊。因为下令没收。嗯。这杨氏钢铁公司。嗯。啊，继续生产。嗯。啊，提供炮弹嘛。嗯。啊，杨氏公司从接受欢迎无？嗯，当然不满嘛哈。所以伊就告美国总统。嗯。要求赔偿。嗯。啊，美国最高法院在1952年伊就判决，伊判决讲啥嘛？伊讲。那总统有任何权力，会当发布这个命令、接收的命令，这个命令必须出自国会的法案，或者是讲宪法的授权本身啦、但是没有任何陈文华明白赋予总统这个权力去取得财产所有权，如他在这里所为。因此判决美国总统受控命令无法成立。爱赔。就讲你美国总统。你要接受人民的财产，你要有法案的根据，或者是宪法本身有依据。但是，拍摄你这接受命令吼，我找无宪法没有根据，啊，你也没有法案根据，所以美国总统要赔。啊，美国总统要赔的话，啊，麦克阿瑟要不要？可不可以没收人家的财产？嗯，不行啊。那麦克阿瑟部将蒋介石可不可以？嗯，不可以、啊。更不可以。那陈理呢？更他是哪根葱嘛？是啊，美国总统都不行的话，那么你麦克阿瑟不行，蒋介石不行，陈理不行，那你怎么可以没收私人财产呢？所以说更无权利嘛，更无这个没收人民资产的权利。所以说引出这台湾管理法有规定讲吼，1979年以前被美国承认做中华民国岛上这个地理当局及其接替者，就台湾人。当地人民的财产强制拆除回拆回案哈，是否应该赔偿？应该赔嘛。对。啊，所以台北法院吼，下令吼，9月20之前10:45将以简历法庭第八庭召开第一次延迟辩论了。法官并小谕被告马英九等吼五人吼，必须答辩了。若到期吼无答辩无到庭安尼吼，
将民事诉讼法第283第三项视为自认。嗯，啊，我们就拭目以待。哎、欸、啊啊，这个是第一遍开庭对无？第一遍开庭就是辩论啦，你看、你看这吼、第一届就辩论啦。嘿，哎、欸，啊，法庭程序敢是敢第一遍就辩论，不是第一遍爱审理啦，什么？哎、欸，对啊，这不是啊。嘿，延迟辩论啦。哎、欸，这个比较特殊啊。民事就是安尼，民事甲刑事无关的，无关的。啊，这民事是第一届来做辩论啦。好好好。伊就看好啊，伊管理看好啊，所以下这个命令嘛。你若无答辩，到场不答辩的话，那视为自认哦。啊，即嘛，所以小英有答辩嘛？嘿。林前有答辩嘛？嘿。陈冲有答辩。嘿。陈冲的工厂你讲。陈冲，嘿，伊就是伊的集团的时阵啊，伊还佫有在进屋食头路的时，伊进无啊嘛。对。陈冲啊，伊讲吼，即陈冲哦，对对对，陈冲。本来这片土地是中华民国收复台湾后，台湾省政府去清理日人，你加马公日人遗产嘛？日人遗产，的在台的日本遗留在台财产，诶，公开的目的哈，依据行政命令哈，的公权力行使，采地产拨割方式，令土地银行取得所有权嘛，对吧？以前嘛是讲，日人的私产啊。对。他日人私产都根据这个《旧约和平条约》是台北合约，拢要有这个，要有依据啊。是吧？啊，所以讲，我感觉这场敢那听你讲起来，敢那不只要乐观嘞，是啊，卖去拄着糖迄种的都。我紧，你若果去拄着，迄条，佫要死乎伊啊！无啊，即个法官是不哩啊。目前其实即个法官吼，我有去研究过。伊较早是检察官。过就对了。伊较早做检察官。伊伫做检察官时阵，伊有提写过一篇论文啦。还有参考这德国法、日本法、英国法、法国法，甲这个欧洲人权法院的法律。提出修法建议。我讲到这，你就知影讲，这个法官是有水准的。有读册就对啦。有读册，不是阿拉伯籍的法官。无啦，有诶法官是读宪法一条，人就会当做法官啊，你唔知。但这个吼，伊研究德国法、日本法、英国啊个欧洲法律嘛，所以我真加佩服。就正实，迄落有读册，有认真落去专业落去迄个研究的啦。啊，伫个遮我嘛足希望讲，咱所有咱的听众朋友吼，咱脸书啊、FB 吼，会当阁甲咱分享出去，啊，互较侪人后日知啊，会当去就对啦。是。啊，凶，咱拢遐拢有准备位，会当钱的入去就对。我是呼吁法院哦，要做视讯的法庭啦。我有名单，因为迄天顶礼拜已经有40几个嘛。我有请求讲说爱开视讯法庭。好，安尼吼，系啦，咱你讲拭目以待啦。对。啊，我就想讲应该有好的成果才对啦。啊，无实在是太无天理咧。你敢拿咱台湾人参与这种个，这不是一个个案尔呢？应该是通案了呢。对啊。你为台湾头甲台湾尾吼，你所知影讲，偌济人哦，迄行出去，为老伙仔吼，乖啊爷的，啊行出去啊，目睭安尼啊，惨惨呢安尼。讲甲讲，你敢知影？这片土地较早是阮阿公甲阮阿祖日日拼命啊拼的呢。啊，讲即摆呢，啊即摆着国民党遐起大。这种的代志，不是讲迄落啊，这吼应该是通案。对。啊，通案叫大家做伙来讨安的。即摆若是伫国有财产这部分哦，弄我头头，啊那私人就较麻烦。对。那是要转出去的吼。这种当头。到时咱台湾人就袂讲遐善食，台湾人就较好呀。啊，毋过这嘛是台湾的公民的行事的一个迄落嘛，一个契机嘛。你这若拍赢了后，你就是台湾人了嘛。对啊。吼，是毋是安尼讲？嘛是日本人。啊，对啦，日本人搁转来台湾。啊，到底我是谁？台湾人转日本人。已经嘛，日没收私有财产，没收日人的私有财产。对对对，你就看这个
山顶的这农场吼，你知影？拢挂是外也国民，拢农民，没有原住民，也没有台湾人。对，迄较早哦，原住民哦，咱拢知影台湾的原住民哦，伊就是一块土地。用迄石头啊，安尼夹一下，就讲啊，这就你啊我啊，因大家拢亲情嘛，哦啊，无这互你啊，有时啊想想讲啊，啊无咱两个相交换，咱两个来互相交换来种安尼吼，啊拢袂讲有迄个什么参照，即个讲啊，遮个人讲哦，都爱地基土啦，什么碗锅乱扫安尼，遐尼啊复杂的，袂抓乌哩，什么拢无啦。啊，像有这吼，因迄个老乌啊去。老兵嘛，迄阵拢去迄落山顶遐去啊开垦农场啊，安怎安尼吼？迄地吼，人本来经做好好的呢，有迄野迄落小米伫遐，人已经种足久足久，伊嘛是共摊摊掉来种迄落啊，种啥物？种迄落莲果，种来啊。即块咱讲一下，你听啦。嘿。即1898年吼，美国甲西班牙修建。嘿。啊，西班牙证书吼，1899年哦，伊甲这个签一个巴黎合约啊，伊甲波多黎各、关岛跟菲律宾哦割让给美国。啊，挂了美国了吼、美国就派兵来接这个菲律宾，你知无？啊，平安来到菲律宾了，没错，第一件就是去平安赢嘛。对。啊，平安围起来。去平安赢。啊，去迄个时阵吼，有一个市会走出来。嘿。讲这地是我的，较早我市会所在，你来甲为平安赢咧。啊！讲啊，你来陪我。啊，讲我气候啊，未安那。啊，就这市区都甲过，过去甲美国最高法院。伫1909年时，美国最高法院落一个判决。伊讲吼，原住民吼，虽然无所有权证啦，原住民倒有所有权证。对啊，因都无行。伊都脚踏车贴的都死啊嘛吼。对啊对啊。伊讲原住民虽然无所有权证吼，但是伊若个证讲伊的祖先占有一定的时间的话啊。伊就会让类似取得类似私教所有权的这个权利，所以判公这兵啊兵啊爷吼，这兵啊爱背，土地爱改背，爱改背，爱个背，啊，这咱台湾话我都用有，台湾会当用，因台湾这个民法第757条伊规定讲做吼，物权必须依照法律甲习惯，不得创设，啊，这个。这个拄啊讲这个判决啦，就是习惯。伊牵涉到讲做1954年这个西班牙诶皇室命令。西班牙的皇室命令讲做原住民虽然无所有权证，但是伊拿到证明讲伊的祖先占用一定的时间的话，伊就让取得类似私教所有权。啊，美国甲引用这个法律。啊，伫菲律宾。牵涉到西班牙、菲律宾、美国，这是毋是一个国际法？啊，这是一个习惯嘛。啊，所以咱会当用这个民法757条吼，甲引进来。啊，主张讲，这原住民都话讲你贴石头这个这物件吼，啊，这拢会当证明。啊，这就是会当有取得类似私教所有权的关系。你接收，你会当管理问题，但是你袂当甲我贴。对啊，啊，即卖眼前就是讲，啊，伊这个国民党讲哦，啊，这什么人标着什么矿产，啊，你着将人的土地拢共摊了了，遐搁围起来，你搁主人搁袂当位遐经过，啊，搁袂啊，即种代志足多啦，规山坪拢是啦。你若知影了，因为我迄落啊，行部落，我做原住民的工课嘛。你去到地拢是拢人第一道，就是讲我的土地去予汉人抢走了。啊！你改汉人改抢的人，什么人？这样看，哦，都国民哦，当初哦，这老兵哦，啊，我是合法拥有，你们没有。你完了下一步法的啦。哦啊，你这拄则咧讲的讲啊，这个伊的这个啊，迄是文明国家的人啊，但是咱即马咱是土鸦甲咱抢去，也了抢土鸦甲咱抢去。那准讲要来因借用这个法，还佫有一段距离啦。可能咱这代人看袂到。这个案就是啊。这个就是应用的。好啦，足感谢你哦，佮安尼会当找到一条迄落后边咱台湾人变好野人。咱其实咱台湾人袂善食呢，迄是拢靠因遮的人哦，巧取豪夺哦，啊抢了了，占了了去，咱才会善食呢。啊，安尼你若抢断了了。啊，这个变这通案啊，拢总转来是咱台湾人都以后也咯。是。嘿，啊，咱即马休困者，咱等下，咱搁进另外一个单元嘛，吼。
好无？讲一个，你敢有时间？好啊，有啊。好，讲一个，讲另外一个单元，我感觉迄嘛足重要。